开心哦，今天我们一起别急玩音乐。谢谢这份烂对白。
是我自己非常喜欢的，另外这也是我来上海这么多次，但第一次在上海的黄昏来演出，然后我可以感受到那个日落的美，然后我觉得从这个黄昏的时候一直到这个天黑，然后我们一直在一起，这样的一种浪漫会像一幅美景永远的存在我的脑海里面，所以我今天真的是超级超级开心。那谢谢，我听不太清楚。谢谢，很开心有这样的一个机会，然后在这里跟大家见面，在这样的一个舞台上跟大家一起来分享，我喜欢的音乐，那这也是，我自己就是做音乐这么多年，然后也尝试很多自己的创作，然后在音乐节上面的这一刻跟大家分享，是一种跟以往不太一样的一种心情。那接下来呢，还要为大家带来的两首歌呢，也是我自己的原创的作品，为大家带来《会跳舞的文艺青年》和《四火》。
青春就慌